大家好，我是武林盟主寿环金。像是参选总统的韩国瑜、张忠谋之外，旁边再站真人版寿环金。寿环金来咯！郭台铭也在政见发表会上执掌寿环金戏偶，之前到云林拜会张立善。寿环金也算是政绩的化身啊！看到这一尊更是乐开怀，还有当年的马英九，更有站上被群台的吴敦义，手中操我的角色也都是寿环金。同样南宁，台中市前副市长杨琼英干脆自己扮起 cosplay。天人好相信，寿环金哦，寿环金哦。寿环金似乎藏了魔力，让政治人物趋之若鹜。拢希望哈，会使跟咱寿环金哈来将阿文武冠顶天。追寻以往有扮演或执掌过寿环金的政坛人物，韩国瑜、郭台铭、吴敦义、宋楚瑜、马英九，还有杨琼英，这一场布袋戏政治学，选民要看热闹的就看戏，要看门道的就看谁能更像寿环金。